各位人好，我是老板先生，欢迎来到全程解说。接下来送上街霸爽快局 UP 小龙的两匹铁片飘头大哥。啊，有飘头必有秀。那我们看一下打警察，其实警察比较怕这个 Higer 啊。我的意思是，可能段位稍微低一点，比较怕他。我觉得这个段位不在一个层次上面啊。走。啊，从天而降的腿法，没有打中。看没有机会拉开波啊，拉开再波，好踩一下啊，踩一下就跑，真刺激！哇，这个穿波很有道理啊，也很不讲道理。好，投上一下。那 Higer 打警察不发波可不可以啊？用以前的经验来说是可以的。可以一波不发，那就看他怎么选择了。光飘头能把他飘死。嗯？啊，这个有点不讲道理了啊！这局血量分明是一样的，但是为什么对方又诈尸了呢？不科学。好，两匹比较郁闷啊。好，开始飘头，让你诈尸，兄弟，抽干你的尸油，走。压满边，哎，完了完了啊！折到死，这次一二三，哇，从天而降的腿法，大力金刚腿。南有阿胜，北有铁片啊，都是从天而降的招式。好的，一个临界点，好，让你跑哪里走，兄弟啊，差一点。啊，发波牵制对方也没有办法，穿波也不太科学。好，踩一下就走，哪里走？想摸我先跑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好，从天而降的推法又来了。啊，折到死。看第二局，小龙好像对对方的这种进攻啊准备不足。好的，先是推法近身落地，打了一个正身位。啊，折到死。一二三四，哇，这个木鸭，这个木鸭真的是非常的高级啊！从头晕到尾，一招都没有出啊！他这个虎吸落地的话，你真不知道他是正向还是逆向啊！只能全凭经验，全靠猜，那不然就不叫折了啊！啊，打身后没有吐来，不科学啊！对方还在挣扎，还在挣扎。自己进板边，怪得了谁？完了，飘到死。好，这逆身位，一二三四五，哇，这个五连从头飘到尾，宝宝康。好，还要近身啊，刚才有点拖大啊，一波啊，不敢出招。那在一个身位的话，警察的站重腿可以牵制所有波，你发波有动作，他说来就来，很长啊，他那个腿。再波，好，点一下，隐身后漂亮，好穿，好，打晕了，完，好，中腿压一下，起身啊，第二下、第三下没有连上，完了，虎吸落地，一二三，打晕。啊，从天而降的腿法太不科学。好，看一下对方双方第三局。好，这把换了一个角色啊，换了一个红啊白人，看来是受不了了啊，膝盖按摩确实头很疼啊，非常的疼。近身一波，好，现在换了一个发波狠的，要跟对方拼飞行道具。好，一个升龙过波，那这两把打得非常的像样。好的，贴脸升龙，再贴脸升龙，打最高点。啊，对方飘过来，哇，这个，哇，连续过顶啊，你都不知道他折的是哪边。那红白人的话可以被这种来回折，就来回飘头过顶，先折你正身位啊，引你再回逆身位。一二，好，完，
你要到哪里去，兄弟？请你停下匆忙的脚步，听我一言。你要说什么啊？他要说的就是 Hager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没有忍住啊，没有忍住啊，失态了，失态了，请见谅啊。下期再会。